这次来解队长为战友受累的成就，刚刚不小心死掉一次了，刚刚配魔羊，然后死在伊布顿，恢复力太低了，所以有放一只双子试试看。CD 不同，反正第一关就是慢慢的洗洗滴。打太痛了，跌倒。CD， 看一下这个三回合，爆发爆发，尽量不要口血到下一关。这里应该可以说算是过哦，那个那个可以算是过关了，还没还没，没关系，不急。到底有没有？不知道。
正速度也不会打，怎么打也不会打太痛了，慢慢打就好。再走喽。转错，一直转错，惨了惨了惨了，龙克手残了。啊，没关系，再走喽，收队，截图一下。看一下刚刚的龙客，这里五色盾呢？可是这个要给谁？水当头，又是轩辕的吗？好像是小雪，是小雪吗？忘了，水人类。好，再来准备挑战临时抽队伍喽。